水来了，又甜又凉。娘，水来了。娘，喝水呀！娘，你在哪里呀？娘，你在哪里呀？
Thank you.
娘啊！打杀的啊，是俺啊，那四条虎都是你一个人杀的？哎，各村猎户都不是，实难相信。俺又不是本乡人，哄骗你几个有何用？俺老娘叫老虎吃了，一时兴起才杀的。孩儿走了。哎，壮士，壮士不能走啊！壮士，壮士，你为俺们夷陵四邻八方出了大害。是啊，壮士，也救了我们这些穷猎户啊。俺要回山寨，回去了。壮士不能走，壮士不能走，恩人，不能走啊，不能走，万万走不得。壮士荣禀，就因杀不得老虎。俺们吃了官府多少鞭打和杖击呀，倘若今日还杀不得，俺们中就有的人性命难保了。救命恩人休要走，我等定要略表薄意，请到小庄上饮上几杯水酒，我等的良心才能安稳呢。是是啊，壮士走不得，我等要给壮士去请功领赏。是啊，壮士走不得呀。恕老朽不恭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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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酒量！来来，斟上，斟上。起来，来来来，来看看来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！躲一躲，我看看。起来，起来，干什么你？请喝上，请喝上。你什么枪法啊？
请。太公啊，有一妇道人家要找您。壮士，马上马上马上。壮士，恕老朽不恭，有些小事，去去便回啊。来来来，壮士请，壮士请，请。请，请，干。太公，太公，咱下人物。请、嗯。是你？太公万福。老太公，小奴刚刚逃来娘家，听说来了打虎的英雄，就来观看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打虎人便是黑旋风李逵。啊！爹爹，他既是黑旋风，正是十年前领后百丈村杀有人命的李逵呀。哦，如今官府正在捉拿归案，父亲您看。若真是黑旋风，定要捉拿请赏。倘若不是呢？太公，小奴认得准，敢以拿性命担保。他来我家吃饭，杀了我家李鬼。这样，金帆问他，杀了老虎是送往县衙请功领赏，还是在村里讨赏？若他不敢去县衙，那定是无疑了。便将他灌醉，绑在那里，劫往县衙。好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谢太公。壮士，再请饮一大碗啊！来，老酒量，来来来。适才离席，老酒不恭啊！壮士，该敬酒三大碗，以此赎罪。请，请。哎呀，英雄！壮士英雄，且请宽衣，解下腰刀，岂不宽松些啊？是啊，是啊。这不是刀，这是刀鞘。俺的刀在母虎肚子里，开播时还俺便是了。哦，我庄上有许多好刀，相送一把给壮士佩戴。不，俺只要这口刀，那是戴哥哥的。来，来拿些好酒来。嗯。酒来。不知壮士要江湖解到县衙，还是在本村讨些盘缠银子？不，俺要回去，不去县衙。哦，岂能怠慢壮士？少客在村中敛些盘缠，定要重重相谢。去。路上和李云拼个你死我活，抢出人来不可。嗯，哥，我那李云师傅人称青眼虎，通身的好拳脚，三五十人都近身不得，你我哪是他的对手啊。嗯，难道大瞪两眼看着他砍头不成吗？哥，我看此事不可强求，只能智取啊。哎呀，快讲啊，如何智取？我那师父平时最喜爱我的功夫全靠他点拨，要是做出来
我朱父不成了不义之人了吗？难道见死不救就是仁义了吗？倘若做出来，我一家老小就无法再次安身了。哎呀，这有何难？你带上一家大小随我一同上梁山入伙。上梁山入伙，免得在此朝不保夕，受些嫌弃。这只有如此了。快讲，有何良策？来，哎，今天晚上煮上二三十斤肉，大块切了，再担上两桶好酒，拌上蒙汗药，后在必经之处，等他们押解来时，假装贺喜，把众人麻翻了，再救你的哥。好，此计妙极了，事不宜迟，赶快动手。哎呀，李云师父不会吃酒。不会吃酒？对呀，他从不饮酒。许久未见，一向可好？师父，大喜啊！哪里哪里，听说拿到梁山强贼黑旋风。小弟特来贺喜。师父请。哎呀，师父，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。贤弟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不饮酒啊。师父，小弟早知师父不会饮酒，可今日却是喜酒，哪怕只饮半盏也好啊。师傅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督头，督头，督头，再饮两口。督头老虎功高，我们做下人的也跟着欢喜呀。请。好。哎呀，好辣呀！师傅，你饮的也太少了。你看，主人家是否请众位兄弟也畅饮几杯呀？师傅，您看呢？请喝吧。好，你好，贤弟的一片盛情，来喝吧。我只要在曹太荣庄上已经吃得尽饱了，不吃了。师傅，走了大半夜的路，也该饿了。虽然不太中吃，不吃了，稍许用些，不吃，以免小弟羞臊不安呐。啊！来，员外请饮酒。不不不，正是他们麻烦了黑旋风的。区区小工何足挂齿？这是奴家告发的。好好。告发有功，请饮酒啊！喝吧，多饮几口啊！老朽不胜多饮，弟兄们饮啊！吃的尽够多了，起来起来起来吧，起来起来。
解开绳子。不好，快跑！吓我！上！断送师傅性命了啊！他醒后如何去见知县？他定会赶来的。我想劝他入伙，你俩先头里走吧。也好，我随家眷先走一步，请李大哥留下，助你一臂之力啊。嗯，好吗？啊，嗯，好便好，不好啊，俺便砍了他，绝不能伤害我师傅，不然你便先走。好好好，安置装饰吓唬他。不能久等啊，要快些走。嗯啊，俺在这歇息歇息啊。哦，睡着，师傅，你听我说，起来！打呀！嘿，嘿，嘿！哎呀！
来的。哎，啊，哎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哎，是，哎，这，哎，哎。哎呦呦呦呦！李大哥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好好，师傅，你听我说，听着，师傅，躲开！哎，好好听着，不然的话，俺就请便。这家伙不好使，不如俺那板斧使顺手啊！嘿嘿。师父，忘恩负义。只是我那哥哥朱贵，如今做了梁山泊的头领，而今奉了宋公明的将令，让他照应李大哥，偏偏师父捉拿了他。小弟实属无奈，才设计救他出来。倘若忘恩负义的话，师父刚才便没性命了。是啊，要依俺，你的脑袋倒不在脖子上了。也省得俺和你费这么多口舌，直说的俺肚子都饿了。俺要是一做点事呢，都是他，硬是在此等一个时辰了。哼，师父，哼，你是个精细人，如今害了许多性命，又走了黑旋风，你如何去见知县，又如何能保住性命呢？不如跟小徒一起投奔梁山，做个杀富济贫的好汉。对，上梁山。对，师父，走吧。上梁山，走走走，叫他回县衙讨死去。先帝，山寨能收留我吗？哎呀，俺宋大哥专门招贤纳士，结交天下英雄好汉，能不收啊？哼，俺不知啊，你是不是英雄好汉？也罢，幸好我无有家眷，现如今也只能走这条路了。哎呀呀，俺来